好，开始播。我们今天视察卫冕的包括空军、海军、陆军、宪兵以及海军陆战队等单位，都是部署在台北盆地的外围，防卫首都的核心战力。我希望部长、首长跟各位同仁们可以意识到，我们三军联合作战的，我们对三军联合作战的重视。因此，无论是在人员的培训、武器装备的引进，或是作战计划、军事准则的研拟，都必须有助于三军联合作战的需求。现在，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越来越多元。当台湾面对非传统的威胁，像是天然灾害跟极端气候带来的灾情时，每一次国军都是第一个时间抵达现场，每一次国军都以国人同胞最可靠的后盾。我们的部队从来没有让国人失望过的。那么在这里，我要代表国家向国军全体官士兵同仁表达诚挚的感谢。身为国军，就是无所不能的英雄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见证，再一次证明我们的国军是守护国家最坚强的力量。身为各位的统帅，我很骄傲。我要先预祝各位中秋节愉快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。